佳美，你来啊！董事长，听讲你的未婚妻最近心肝内有淡薄怨叹。我的未婚妻是安怎？伊讲你最近哦，敢来敢若有公文尔，常常拢看袂到伊呢。是的啦，我拄则想要专心看这财务报表，才无看到你入来。不要紧啊，啊，不过无注意到时间，安尼较害啦。什么意思？你敢不知影今晚伊几点啊？哦，已经下晡啊。你总算知影今晚已经下晡啊？短短过遐尼久啊，你巴肚袂枵哦？是有淡薄仔枵啊。爱心便当诶，这爱心跟我家就好看诶。嗯，唔但好看，阁真好食哦，去食看卖。嗯。做啥？用蛋壳甲你夹菜哦，是的啦。我刚有，甲你骗的啦。哎，你说话啦，你很烦嘞。